尊敬的推友们，大家好！刚才录的那个视频里边呢，因为我的小狗没有放进来，我答应过推友们，我要录一段视频给你们看看。它是我女儿郭美在送给我的生日的礼物，特别感动。这小家伙太可爱了，从来了以后就是老黏着我，就是老是就是我在哪儿，它就跟着我。哎呀，蹦蹦蹦的，然后就在我旁边爬来爬去，舔来舔去，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。哎呀，真是的，特别好！我也会未来把他的成长呢，分享给各位我的推友们和朋友们。你们所有关心这小家伙的，我现在录给你们看哦。看看镜头，不要害羞，向我的朋友们问好，Hello Hello。看我呢，你别老看我呀！这个家伙现在已经暗恋上我了啊。他太懂得这个屋子谁是主人，就跟我近，跟我好。这狗这也是够现实的，太可爱了。好了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所有的推友，所有的朋友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